老公，老公吃饭啦！今天吃的啥呀，喜欢？这俩呗，你挑一个吧。嗯？又挑啊？你不是得好挑吗？快点挑一个。这咋挑啊？我吃这个行吗？哎，我吃这个。哎，我吃这个。我吃这个。你拿走。拿来吧你。那我吃闺蜜，还鸡蛋。嗯。啊，真香。嗯，鸡蛋真香。也不知道我这西瓜里是什么好东西。对了，老王，你买这个空气炸锅，我都没有见你用过，要不给发在闲鱼上？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，很多是九成新，甚至全新未拆封的，价格特别划算。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，点链接搜“朵朵闲置”就可以找到我了。行吧，给咱家里闲置的好东西都挂上，让给有需要的人。行。啊，真香！我知道，真香啊！看他吃的太香了，老馋人。嗯，真香。哎，媳妇，要不然咱俩换换吧？不换。哎，换换。哎，你吃这个。这年轻人。这瓜里不会藏着大鸡腿吧？老公可真贪心啊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。西瓜还有缝，肯定藏东西了。啊，真香。不管了，先吃烩面吧。烩面吃着也不错，吃饱了也不后悔。啊，真香！好，我吃完了，九儿。你咋不吃呢？我等会儿再吃，我都吃饱了。太好奇这里面藏的啥东西？这里面什么，九儿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不让看，不让看，你看看，看一下。嗯。哎呦，嘿嘿嘿，真西瓜呀！不让。哎呦，啥都没有。哎呦。